停下！停下！你车上的东西都是哪儿的呀？给大爷，吊灯是厂办会议室拆剩下的，没用了。电风扇是车间的，已经报废不要的。艺术品是老王的，他答应我退休了就送给我。这锦旗是我自己劳动得的奖，是自己养鱼用的。 行了，走吧。这里面都拆空了，您老还天天在这看着呢，走了。这不是拆空了吗？哎，你等一等，你等一等。窗户也要拆了，锅里也没用了，锅里都该你吧。谢谢您，大爷，我正想做一鱼缸呢。哎，您给我放后面好吗？好好。哎， 慢点。走大街过小巷，一路而行。刘建国他一手扶把，一手提灯，只说是。 人生在世，为的是连面看见了李大爷，就在他的面前迎。建国，哎，大爷，又撞上您的新车呢！回来了，建国，这灯不错哎，这家伙还水晶的呢。我把厂里数的上的灯具厂全转遍了，才交出这么一个，一带进口的，打完折还5000多块呢。不错不错，哎。 您的新房差不多了吧？大爷等着急了，明天请您老过来看看啊！走嘞，哎，走嘞，推我一把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大哥，这灯真漂亮哎！可不嘛，我把城里数的上的灯具城全转遍了，才挑出这么一个，意大利进口的，打完折还5000多块呢。是吗？啊，建国，我说你这新房的投入越来越大了啊，什么德国家具、意大利灯。 哎，建国，你这厂子什么时候搬完呀？到时候是不是得上通县上班啊？有班车吗？这也不是咱们工人管得了的。建国，你看你这房子忙了一个多月了，啥时候让我们看看呢？明天，今天你们过来看看。哎，好嘞，走嘞。哎，别在这儿贴，闪着。哎，小明啊，他过来，别在咱家门口那贴，小心把那墙给贴倒了啊。 拍纪录片，上别墅玩去啊！今儿忙，没工夫接受你采访。不是，你忙你的，我拍的就是你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你，一天到晚也不干点正事，净瞎拍啊！你哪儿捡这么多垃圾？这是艺术品，意大利艺术品，这还艺术品？不是这破灯也太难看了。破灯，看看啊，意大利原装的破灯。嘿，哎呦，我觉得真可惜，你这临街的房了。 哎哎，那墙不都酥了吗？你装修的干嘛？要我说，哎，咱把这墙开了，完了你开个小店儿，哎，这不你也可以当老板了，我还可以拍个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题材，这多好啊！说你小不懂吧，当门脸儿，中国那么大，北京那么大啊，我刘建国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，这是咱的全部。哼，结婚了，成家了，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装修吗？啊？ 当门脸儿，你还说你太小，还不明白。对对对，别说白，我明白，你让我看看。今天还不能拍，哎，明天，明天啊，你说的啊，去去，拍李大爷新车去，多少人等着我拍呢。 说了你。
天了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你来了。啊，你干嘛呢？弄湿漉漉的。我是弄干净了再进家门，外面怎么着都行，回家必得体体面面的。我跟你一起体面体面。哎，现在还不行，明天，明天。那你明天再来找我吧。哎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为什么不让看啊？到底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在里面养小蜜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成天收拾那房子都还忙不过来呢，哪有时间养小蜜呀？那到底装怎么样嘛？能不能看啊？房子今天已经正式竣工，明天就请老婆过来验收。我还不是你老婆呢。再说。明天房子要是装得不满意的话，没准儿咱俩这婚还结不成呢。不满意？不可能！我的水平你还不知道吗？五星级标准达不到，怎么着也能比得上精装修的高档楼盘。皇家地脉秉承中国大宅高峰人士首选，仅余一席，恭候您的到来。行了。就知道贫嘴，那说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过来。对了，记得把这个拿上。别人谈恋爱都是男的送你的花，我们家可倒好，女的送男的鱼，每次都送。不要拿过来。要，还要这个美人鱼。讨厌。等着。
哎呀，这房子能？来了，瞧这地方，这真够狠的，壮的。他这房啊，还不让人看，这回总算看见了吧？看的还挺清楚。算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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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，看什么看呢？都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老二，搂两个，走，看什么看呀？ 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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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蹬三轮的李大爷把他来相劝，还有个小伙子名叫三儿，是个学新闻的大学生。都没少东西，你发什么愁？哎，建国，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你打什么乱？建国，哎，啊，你等着啊。情调啊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喝咖啡呢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们就经常来吧。嗯。哎，那我们喝完咖啡就去你家啊。先喝咖啡啊。嗯，先喝咖啡。嗯。嗯。你买床单了吗？等你，咱俩一块去选，好吧？啊。嗯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样子。没关系了，反正待会儿就能看到了，是吧？我听说这家奶茶不错，要不要喝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喝完奶茶再说，啊。嗯。喝完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你饿了吧？我听说这儿炒饭非常好吃，哎，咱们不如先吃饭吧，啊？快尝尝。吃吗？嗯，吃饱了吧？嗯，可以走了吗？要不然再来两个冰激凌吧。我听说这刘建国，你有问题。在你没有给我一个合理解释之前，不想再见你了。哎，杏结账多少？180。这么多？对，都可以买一车板砖了。喂，什么豁口呢？又堵了，还是大公公吧？哎，我知道了，知道。警察同志，我从来不跟人家说我喝酒了呢。你，我说你怎么又跑这屋来了？你凭什么扣我本啊？你走吧，把他给我带出去。哎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喂，我知道知道，刚才报过了，不是豁口那又堵了吗？行了行了行，现在马上派人过去啊。你帮我查了没有？到底？哎呦，你别着急，一有消息我通知你。看我这现在忙着呢，谁不忙？
大妈，这砖头不能搬。大妈，这砖头不能搬，还有用呢。那足球比赛，我不爱看。大妈，这砖头不能搬，这是我们家的，我们家后墙。我后墙让车给撞了，我还有用呢。你们家好大呀，不，多漂亮。我们家后墙让人给撞了，我还有用。这不能搬。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来，别在这儿搬去啊。没关系。好。不要钱的都拿。喂，是我呀。那个，今天先别过来看房了。啊，对，出了点问题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反正今天别过来了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我就说你有问题吧，一直不让我去看，骗我。行了，都是我的不对，出差就先走吧，等回来我再跟你说。喂，怎么了？建国，天这么黑了，怎么还不开灯啊？吃饭了吗？走吧，吃饭吧，走。哎，喝点茶。北京上那么多房，他不撞，非撞我的啊！归了包堆，我就这么点东西。大爷，您说啊，他是不是针对我的？哎呀，人心叵测，我是不是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？啊，走在街上，没人拿正眼看我，没关系啊。只要回了家，我媳妇看我就够了。哎，实话，我就这么点东西。没，他一准是诚心的。北京城那么多房，非撞我的啊？我觉得他就是。针对我的，我分析啊，咱们分析是不是？您先分析，分析。建国啊，他要是真的诚心呢，啊，你还真得想，你跟谁有仇啊？啊？谁？能仇到拆你们家房的地步？谁？你那是新房不是？啊？那就是冲你结婚来的，啊，那就是情敌，没准那还是亲生的。这世界上啊，他有买不起的房子，绝对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你信不信？这孙子哎，撞了也就撞，还跑了，啊？在我眼跟前跑了，他会开车呀、啊？谁兜里没个本儿啊？啊？小姐，小姐，上酒。今儿我请了。浪费了。新时代的新闻人是干嘛的？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，对不对？建国这案子，我管定了。好，谁拦我都拦不住。好，依法治国是吧？没有正经，那他一切都是。我说建国，我就等你一句话。我肯定把这事我给你炒大。你能咋的？不是你，电视台、报社、杂志社、网站，那都不是外人。我跟你说，那全是我同学。好，哎呦，不，你没喝多少，你都是一个电话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回家说建国就回家了，就等你一句话。回家了，喂，你这贴什么呢？闹闹，狗，闹闹，找狗的。咱们回家。三千。
曲、人、喜、事。没写错字吧？别再错，别再错，别再。你别寻人启事，要来直接来狠的。我跟你说，悬赏缉拿。对，缉拿，拿着，抓着他再说。悬赏缉拿。好。悬怎么写？悬嘛，那个一竖一横。好好好，悬。啊，对嘛，悬嘛，悬。赏。一。拿。好。多少钱合适？找个狗还3000。咱们这找个人怎么说5倍，咱们就给他15000。哎哎哎，依法治国啊，证据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我看呢，就10000就合适，一万，这我哪拿得出啊？我这新房装修钱花的都差不多了，收拾起来还不知道哪儿找钱，我没那么多钱，拿不出啊！你说，建哥。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就先这么写着，完了有了线索，咱们把人逮着了，这钱自然不有人帮你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三叔，对不对？三叔说的对，聪明没白念，对，找着他再说。哎，好小子。跟您说呀，我呀不是为了钱，绝对不是。我赵元亮能是那样吗？是不是？我呀就是看不惯那些损人利己的人干这些事儿。嗨，我就是为人家呢抱打不平，两肋插刀，是吧？不信，你们问问我这些街坊邻居，是吧？我是不是那样？对不对？对了，上个月在那个南三环那儿马路上，我碰上一个孕妇。那家挺着一大肚子，气喘吁吁的，一看呢就是快生了啊！那出租车呀，刷刷刷的过了10几辆，没有一辆停的，我停了，你看对不对？我赶紧给人家那孕妇啊扶到我车上，马上送到那妇产医院呢。您猜怎么着？母子平安啊！嘿呦，哎，这就是刘建国，告诉就是他贴的啊！哟，兄弟。是您呐！啊，师傅，您说您有线索？哎呦，您这事儿我看见了。哎呀，您说把我给气的，真是的，还真有这种人啊，损人不利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大爷，我刚才说到哪了？说那个损人不利己了。不，您说您知道线索？啊，对呀，我知道啊，没错，我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我都要收车了，我刚拐进这胡同口，嘿，对面来一辆车，速度特别快，慌慌张的，那司机呢还打着电话，嘿呦，幸亏我这反应快啊，我赶紧打了一把轮儿，哎呦，哎呦，没事，真的，没事，没事，真对不起啊，打扰啊，哎，李大爷您来了，李大爷。
我这太激动了。哎，您喝我这个。哎，我不。哎呀，这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这事闹的。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您接着说，接着说。哎。就这么着呢，就躲过去了。嘿，那哥们撞完之后呢，慌慌张张的把车又开跑了。开跑了啊！我呀，隐隐约约的看见他那后备箱全都撞瘪了，也撞瘪了。对，撞瘪了。我还看见他那汽车门上又印着那个祥龙汽车出租公司。我跟您说，兄弟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绝对不是为了钱，是不是？我赵小亮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不是李大爷？对，咱也是干出租的嘛，不能做那些让人瞧不起的事儿。那是干啥？比如说上次我拉一老外，他那数码相机呢落在我车上了，嘿，我这通找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找出来。我要不找出来之后，我赵小亮我能赵，我知道您是一热心肠。一玲，擦车呢是吧？嗯。哎，来，我帮你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我帮你擦呗。谢谢了。一玲，我听说你想重新换一个搭档，是吧？嗯。王师傅不是下个月就要退休了吗？好，正好我是单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我是说，我现在也是一个人开车，也想换一个搭档，找一个搭档。那我可是买车，你不是已经有车了吗？我那个车再有两个月就该报废了，到时候我喝西北风去。所以说，我也想找一个搭档。哎，完了，咱们凑凑，买一辆现代，你看怎么样？现代？对对对，我可买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帮你，到时候我出大头，你出小头，行吗？说真的，当然是真的了，咱们哥们谁跟谁呀，是吧？好，好哥们儿，哎，来，我帮你穿，我帮你。哎，你这就走啊？哎，那咱俩这事儿就说定了啊。我再想想吧。还想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啊？哎，你慢点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这也是我的家呀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哎，见过，看看这画面，你这位置这叫黄金分割，这画面构图绝了。哎，建国，哎，三儿，麻烦你帮我开下洞啊。你好，大哪儿您？哎，你们公司是祥龙还是龙翔啊？祥龙啊。去你们公司。好嘞。嘿，还没给钱呢。嘿，站着，还没给钱呢。嘿，你怎么不给钱呢？站着。喂，你为什么不给钱呢？这是在我们公司，你还不给钱？别人我就给钱了，找的就是你们。那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谁啊？这是我们经理。你说是15号早晨是吧？没错。哦。哎，15号早晨还真有辆报修的车。
是王金生的车，这后备箱撞坏了。嗯，去北原修的。他人呢？这修完了没两天就离开公司了。离开？就是辞职了。那车啊是他自己的，没准儿去其他公司了吧？他家住哪儿啊？我给你看看。哎，对，哎，东城，南二零二胡同135号，车牌号码是京B55318。不过这事儿不像王金生干的，他的人老实极了。在我们公司什么事都没有，就跟没这么人似的。见了面就知道。哎，这照片能给我吗？就是他，没错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没错。哎呀，绝对没错。李代，咱们走。哎，这样，你们坐我车，我拉你们去。走。这车钱怎么算？嗨，什么车钱不车钱的？李大爷，我赵元亮能要钱吗？那是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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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你们不换运动鞋啊？干嘛换鞋啊？不是，待会儿要打起来，跑得快啊！下来吧，到了，车进不去了。这就是南二的胡同，师傅，130号在哪儿？来。南二道眼胡同，跟咱北二道眼胡同凑一对了。来来，往前走。走。建国，想好了吗？跟咱俩多少钱啊？你看，你看啊，修你这房子得1万吧？嗯。完了，咱悬赏缉拿又1万，这已经2万了。精神损失费，我在报纸和电视台啊，看他们打官司都兴这个，啊，咱也跟着行事，再加3万，正好5万。说的对，不光为这，甭跟他客气。哼，这是我生活的全部。好，精神损失才是最主要的。对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要他100万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生活都被他毁了，100万绝对。哎，别，那那太高了，100万太多了。你这胡扯，那不是没谱。对，精神价值。不行不行，那哪行啊？老哥，135号在哪儿啊？永定路。135号在哪儿？我东走。往东。125号了，还有10家就到了。哎呀，还有单双号，这是单双号，还有5家。走走走，走前面吧。129，131，131，这不133了，下一个就到了。哎哎哎，好，135。这厕所呀？厕所吗？建国，那只有上交通队了。你不知道是车号吗？哎，通缉他。哎。我正好想方便，要不这样，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到那儿兴许能找着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吃饭一个点儿，人多，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呢在这多问问，弄不好啊还真能找上辆车。哎呀，王师傅，吃着呢。啊，吃着呢。哎，买车钱凑足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王师傅，我问你啊，你看没看见有一辆富康，车牌是55318。55318。王金生，王金生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现在很少有富康车了，你看都变成现代了。不过偶尔有富康车从这儿过，你们在这儿多等会儿，兴许能够碰见。嗯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那个正好咱们呢也在这吃点饭，多等会儿啊。三儿，你跟我去拿饭去，好吧？行。哎，你俩再问问啊。哎，几位师傅，认识王金生吗？不认识。开富康的。哎，谢谢啊！哎，那边几位师傅认识王金生吗？还都不认识。哎，金生，老板认识王金生吗？行了，公司的车号55318，开富康的。你们认识开富康的王金生吗？祥龙公司的。啊，你车号55318。对，王金生，王金生。现代了，都是新车是吧？啊，不知道，不是有富康吗？哎。
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出这事儿啊，那简直是给咱们出租车司机丢人呢。所以说呢，一定得把他查出来，要不然咱们都给那背黑锅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？还没吃是吧？没了。啊？好好好好好好。走吧，过去。哎。嘿，哥们儿，慢点啊！这不5318？嗨，建国。哎，算找着你了。哎，干嘛？你就是王金生。干嘛这是？是你把我房子给撞了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不能给人撞完就跑啊。没错。是吧？事儿都出了，你怎么着也得给人说法。就是啊。啊，行了，各位这样吧，咱们先吃饭去，在饭桌上有什么不好的啊？吃就吃，看你有什么好说的。好，走。那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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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小春找你，到处找你。好得了，好。大家吃香蕉，来，这饭也吃了。这不少来点汤。王金生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对不住？你们听听这像人话吗？啊！全中国、全北京，我刘建国就这么巴掌大点地方，你撞完了我就仨字儿，对不住，就完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各位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赔钱。我跟你说，精神损失费。哎，对，赔钱。你们听我说啊，这个钱呢，哎，我实在是赔不了。要不各位就打我一顿。你这有困难找民警，打电话报110。我现在就打110。打电话，别，咱都好上。哎，好了，好。三儿，甭追。我让他找我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来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啊？想你呀，哎，来，咱吃根香蕉啊，来，哎，来，你先来，好好，你看这么辛苦，你都瘦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咱呀，踏踏实实的住院养病，什么都不要想啊。来，不是说过2天就回去吗？那钱呢？哎，回什么家呀？你，咱有钱了，你放心啊，没问题。你是不是把车卖了？那个，我老婆治病的事儿是天下第一的大事儿，我可以开公司的车呀。再说车，咱还可以再买嘛。可是老婆呀，我可就你这一个啊！来，回来再吃一口。哎呦，喂，啊啊，对，我是王金生。啊，哎，您着什么急呀？那个，这车呀，它现在不在我手里。对，我把。我放我朋友那儿了。对，您什么时候要啊？对，完了咱们再，对，再打电话商量好吗？跟你说没问题，啊，好嘞好嘞，好好，哎，再见。李代谢怎么样？哎，行，好，都给他谢谢了。对，都给谢了。我跟大伙说啊，这样。不光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最主要的是精神损失。对，精神损失。他要是不来赔礼道歉，咱就没完。对，跟他没完。那要多少精神损失费？一万，咱们也得一万，一万少点。来，记者来了。哎呦，说厉害，介绍一下啊，来。
这位是《京民时报》记者，你好。这个是咱们电视台《百姓生活》栏目的外景主持，你好。这都是我同学，还有两家网站呢，马上就到。哎，三儿，行啊你，咱得好好舆论监督啊，舆论监督，舆论监督。你好，那个，请你叙述一下整个事情的过程好吗？好。哎，您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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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离远点，靠边点。我这冲着这个说，放松放松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睡觉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就把我惊醒，于是乎我们家后墙就这儿被撞成了一个大洞。是谁撞的呀？谁撞的？就这车呀，就这车，就这车，你快快走！当我刚追出来的时候，他撒丫就跑了，连影都没见着。于是乎，我为什么我就悬赏金拿，就找这车，就这车。哎，你们给我拍拍，给他报报报报报报。为什么现在卸他轮子啊？就是给他找着这车。建国，你在干嘛呀？后墙给砌上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这王金生给咱们创的啊，咱得给王金生留着，让他给咱们填上，是吧？依法治国，这就证据呀、啊。你填上了没证据了，你将来怎么说这是？我是跟王金生，跟公司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，老百姓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你看看，王金生是离开了我们公司，可是他车上贴的标是我们公司的。现在一说就是我们公司把人给撞了，这影响实在是不好。啊，不管怎么说吧，王金生啊，他过去撞车的时候是在我们公司，啊。那个公司呢，愿意那个出10000块钱，啊，算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那谢谢您了。那你就跟王金生，啊，摆的事就算了了，啊，一会儿你啊给签一个那个次去。这不对吧？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您不是说这公司的意思吗？怎么就把这事了了？那你的意思？我这全套装修，外加砌墙、家具、电器，还有我的精神损失，10000块钱，啊，10000块钱算你们公司的意思，我接受。可王金生他还得赔我呀，只不过是少赔10000。哎呀，别让我把这话说得不好听啊！就你这个啊，小屋子，10000块钱足够了。我这小屋怎么了？啊，我就这么一小屋，全中国全北京我就这么一小屋啊，给我大的我还不稀罕呢。他王金生给我撞坏了，就是撞坏了我生活的全部。哎，我的生活就值10000块钱啊？你们这不骂人吗？那咱们就算算算了。怎么算啊？你知道我这些东西我怎么置办的？我费了多大劲多大心思啊？这些怎么算？不光是东西，最主要的是精神损失。别嫌我说的话不好听啊，就你这满屋的东西也不值10000块钱啊。哎呀，就你还谈这个什么精神损失？
就你住这巴掌大的地方，就你这种人，你还值得跟我谈这个什么精神损失？见好就收啊！我呀，个人再给你2000块钱。您说的没错，小老百姓过日子，要钱不要脸的时候多，顾不过来。可这次我就把孙子装到底了，我就要脸不要钱，您请。好，好。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别磕了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谁家的？你翻错了吧？没错，就是你们家的，没错，就这儿的。哎，来来，慢点啊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是咱们环八环家具城的老总孙总，董事会主席，是主席。我们孙主席啊，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遭遇啊，真是深表同情啊。为了表示啊对你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支持，我们特送你一套德国全套的进口家具，孙总，来来来，哎，这造型不错。啊，我往这头一边，这个动物背景好。好，哎，孙主席，您慢走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别磕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孙总，孙总，喂，你会计吗？是我，把预留的广告费挪出来，先把工资发了。哎哎，我还没说要呢，我还没说要呢。我这广告已经解决了。你等等，哎，我手。对了，哎，我还没说要呢。晚上跟银行的饭局定了没有？等等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好。嘿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慢点啊，走走，这边走。哎，这边走。哎，金总，告诉他们这事儿的。是啊，你真给我添乱，你。我这不为了你好吗？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，先放那。停！哎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哎，我还没说要呢，谁呀这是？拉一车家具就给我，我成什么了啊？我用不着别人给我的家具，我都有。我要的是撞我房子的人赔给我，别人管不着这事儿。你们这家具愿给谁给谁去，别再添乱。建国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像照了吧？啊，那这不就结了吗？是不是？明天报纸这么一登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得了家具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得这家具，又要便宜给我们那个狗屁主席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没想照相。哎，哎，那你贴什么告示啊？你就是，你不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跟你一起气愤吗？对不对啊？嗯，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啊！报纸这么一登，那效果该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要这个家具，让人家知道你们家没被撞坏，都挺好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哎，哥几个，我忙呢，忙呢啊！来来来，急！哎，注意点那个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师傅，慢着点。不是我说，咱这悬赏通告真没白贴啊，至少弄来一套德国家具，真过瘾。看着就你看着没，把你家房装试试。不是，这精神损失这也挺大。得了得，你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嗨，哎呦，慢着点，慢着点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这不是床垫吗？直接放床上。来来来，新的别弄脏了，还蹭地了。我来。傻子还真有傻福气，后面箱子。刘哥，这不是建国吗？这是干嘛呀？是，嘿，坐下，来，一块吃。服务员，拿俩杯子。哎，来，建国，啊，行，支持你。好，这回出了名了。哎，是不是？建国啊，这件事做得漂亮。我们所有的街坊都是你的支持者，
对，都谢谢，太好了。我说吧啊，现在的事儿啊，一有媒体关注，立马不一样。对，那是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网上绝对吵的是沸沸扬扬。嗯，支持建国的人才有多少？多少了？10000多人呐！那么多，截止到昨天晚上，10000多人有那么多吗？那是啊。哎，不过那个网络媒体可能多少还是有点水分啊，光我就支持建国几十次。不是，那你是上万了？那是啊，建国不错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喂喂喂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我在咱们这胡同啊，我住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次跟这个上了电视的人一块喝酒呢。成明星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年电视台再举办这个《感动中国》啊。我就投下选你，我也投下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俩行了，行，来来来来。嗯，谁啊？我，王京生。进来。哎。哎呦，哎呦，您怎么睡在这儿啊？坐吧。哎呦，你这，哎，刘师傅，您看，千错万错呢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我是来向您那个赔礼道歉的。你看那天我不该把您的房子撞成这样，那您想怎么着啊？我怎么着啊？怎么着都行啊。那个赔钱修房子，还有那个买家具都没问题。哎，嘿，哎，你站住！哎，不能听你说的吧？刘师傅，怎么着？出什么事了？咱就猜这个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们这干什么？不听话的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干嘛这是？刘师傅，不，刘师傅，您听我说，这……哎呀，刘师傅，我求你了，刘师傅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让咱们好好说。大家看看，刘师傅，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来向您道歉呐，刘师傅。我王京生不是那没有廉耻的人，可我实在是没有钱呐。刘师傅，您看看，您家里那德国家具也有了，您就放我一马行吗？大恩大德，我永世不忘。哎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哎，你这车不能走啊。这台车王京生已经卖给我了，从现在起，这台车的主人就是我。跟任何人没关系啊！让一下，来，是我就是我的，没什么事儿。难道我自己开自己的车还犯法吗？有证件吗？把证件拿出来。车是你的，你开走吧。这，建国，就算这车是王京生的，人家来要你也得给人家。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可以去法庭告他。你私自扣人家车，这也不对呀。哎。说来说去倒是我不对了，刘师傅，王先生，算你狠，咱们法庭上见。王刘师傅，您可以随便告。哎呀，别拍了。坐，这都是今天的，啊，看一下。得便宜卖乖，良心让狗吃了，呸！人心叵测，怎一个贪字了得？检举刘建国就是一个碰瓷儿的，碰瓷儿，他们家房子才满街乱跑呢。这都灌水，都是灌水。我跟你说了嘛，网络媒体水分大。你别太在意了。写什么呀？这网络有好的，咱们看下一页。哎，你们看这个，
我们坚决支持刘建国，你看人家说多好。哎，对，找孙主席，不在，去广州参加订货会了。哎，我是想退家具啊，找退货部。哎，不是，是他送给我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找广告部。广告部，喂喂，那个王京生肇事逃逸案，你干投票去啊！哎，你投刘建国啊！你别给我瞎投错了。好，那就这么着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啊，我在这大杂院里住了这么长时间，还真没想到还有卧虎藏龙的地方啊！行了，少说两句。哼，我说的可都是好话，啊。你看他的得理不让人的劲儿，逮便宜还卖乖，咱哪敢惹人家，回头再把我给告了啊！嘿，你还别说，我刘哥要真把你给告了，我还第一个出庭作证。哎，我待会儿就拿 DV 拍下来，我当证据。哎喂，我三儿，你说话还够生的呀！啊，等某年某月起，咱们大杂院还混出名誉了。不要脸！哎，对对对，不行，得等他回来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不要脸！我说你了，怎么了？说了，怎么了？啊？还不要脸了？谁不要脸？怎么了？你在这喊什么？说了，说了，你什么意思你？哎，是我的房让你撞，哎，我刘建国的心房。哎，老板你干嘛？这辈子要脸就要这么一回。对了啊，你给我回去。回去，回去。不，你还有良心没有啊？哎，我带你别拦着我。哎，你给我回去。怎么着？回去。建国，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法院同志找你有事儿。你们里面请，坐吧。你就是刘建国先生？我是。你起诉王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，本院已经受理，请你准时出庭。这是。谢谢啊。哎，那我能请你们吃个饭吗？我们还得给王金生送船票呢。啊，那我能跟着去看看吗？也没规定不允许。哎，快点啊，建国！哎，不换鞋了。哎呀，左手个范儿啊，就这些。136号，哎，那天咱们找错了。什么？王先生家住这儿吗？快！大姐，王先生家住这儿吗？那往里走，走到头拐弯一点就是。哎，你们找王先生干嘛呀？他好像不在家。小姑娘，王金生家住哪屋？你们找他干嘛？他好像没在家。请问找谁呀？大姐，您知道王金生去哪儿了吗？他犯什么事儿了？对吧？他这好多这么好的人，他犯了罪吧？人那么好，他让人病，他一人死了，犯什么？
各位，不是我们想起来审谁就审谁，我们是有人告他。我们只是执行公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要等法院？还什么话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雷大爷，哎，你们俩先回去吧，行，行，我跟他们去医院，行，好，那你慢点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搓搓手，病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回家了啊。哎，等等，各位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，别让我老婆听见就行。没事，这是法院送达给你的传票，下月5号开庭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俩可不是嘛，喂，就那一个路口，来来回回的违章，一天两次，一年多了。我这天天早起去买菜，这你说这得罚多少钱呢？1万多吧。啊，你们早点给我说了呀。这早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啊？你拿着这罚款单，旁边屋赶紧交罚款去吧。谢了啊。王金生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啊？判赔呗。可他确实没钱。这事儿最好你们俩自己商量。喂，又是豁口的？什么？宝马撞自行车？行了，知道了啊，马上过去。不是我怎么商量啊？我这，你总不能让我替你们拿这钱吧？真忙。观众，我们现在在法院门外为您做现场的报道。前一段时间广泛关注的王金生肇事逃逸案，今天在这里开庭，案件还在审理当中，让我们耐心的等待。喂，是玉玲吗？啊，我是小亮。啊，我跟你说呀，那个钱的事儿啊，差不多了，嗯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保证没问题。我赵小亮办事，这你还不放心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有消息我告诉你啊。嗯，行。哎，建国马上出来了，你看，出来了，哪儿了哪儿了？审理过程已经结束，让我们看看结果如何。大家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审判结果如何？没什么好说的，真的。王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？刘师傅已经撤诉了。来，您为什么要撤诉啊？来，让为什么要撤诉？能告诉我？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撤诉吗？真没什么好说。来，大家让。最终，刘建国与王金生达成了和解，现在刘建国已经撤诉。王师傅的情况我没想到，哎，他呀不是那么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哎，之前啊我是为了自己的脸面，可现在呢情况变了，哎，也不能光为了自己是吧？再者说了，我这些损失这一套德国家具算是给补上了，所以就不再难为王师傅了。我们单位领导呢都跟我谈了，还让我回去开车，还有呢领导说了，等到刘师傅举行婚礼的时候呢，车行免费出车，也算为我呢，
给道个歉。哎，建国有水平，真有水平。哎呀，建国，建国，哎呀，这事处理的有水平啊，太有水平了啊！我呀，一直是听广播，王师傅家里的情况呢，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你看这事闹的，那我们不成了这个火上浇油、雪上加霜了吗？是吧？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幸亏啊，建国人家那有情有义，高风亮节。啊，把这事处理得这么有水平，千言万语呢，就是一个字儿啊，啊，服，服了，真不错，真仗义。刘师傅，赵师傅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谢谢，你们让我呢认识了不少好人啊。哎，行，我不打扰，慢走，不送了，别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那您有什么事儿，您也忙吧。哦，哎，那个事儿就这么着就算完了。建国啊，咱俩那事儿什么时候处理？不行不行，您先忙着啊，等我忙完了咱们再说啊。行，那好，那你们先忙着啊。忙你吧，有水平。瞧瞧人家，慢点，慢走，慢走，慢。喂，是建国吗？啊，我是赵小亮啊。我想问问，哎，你那个事儿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还要等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是关心你这件事儿。哎，那还要等多长时间？哦，不是，最好是尽量快一点。是是是是是。这个刘建国处理的有水平，社会上就缺少这样的人。刘建国呀，我认识，他这人确实是不错。他们的事儿我都清楚。王金生。就算是迫不得已，有事儿不对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嗨，就是那个告密的，忒不是个东西。哎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那叫举证揭发，怎么能说是告密呢？都是开出租的，一个锅里头摆饭，这人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？他举证的时候啊，还不知道王金生家里头出这情况，这事儿不怨他。刘建国没贴告示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呀？就是，早干嘛去了？真要是帮忙的话，当时就说了，还要等那么长时间以后，谁没个算计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我就不明白，他到底有什么错呀？啊？那他谁呀？他就是我，我就是那告密的。哼。哎，刘建国，刘建国，你说你这10000块钱，该不该给？事儿都到这地步了，你还有什么该呀不该的？你怎么还来要钱？什么叫还来要钱？他刘建国他该我的钱，我当然要了。什么叫还来要钱？你等着，我进去说。你进来呀，你从这儿进来呀。刘建国，你那告示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，怎么着？说话不算数是不是？赵叔，您看建国家现在这样，他不正想结婚吗？本来就缺钱，我那钱呢又没赔给他。赵叔，听我一句劝，您那钱呢别要了啊！这两码事儿。这么着，您要缺钱啊，我可以借给您。你别闹了，那悬赏说事行不行？你就等着领赏，这是什么赏啊？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？把我当成要饭的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把我当成要饭的了？贴告示之前你怎么来要啊？贴告示之前我当然不要了，我凭什么要那会儿？刘建国，你说话啊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？之前我贴告示是为了我自己的脸面，后来我不要钱是为了大家伙的脸面。这事前前后后这么多波折，这好不容易把咱们仨的面子都照顾齐了，你还来要钱？你这不是添乱吗？什么？
我添乱，我添乱，哎呦，两个大好人碰到一块儿了，是不是？还三个人的面子都照顾齐了，那好人都让你俩做了，哦，把我搁外边了，是不是？刘建国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赵小亮是小心眼儿，是贪点小便宜，可我是真心帮助你啊，我才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哦，现在你俩的事解决了，和好了，啊，到外面谁见谁夸，我倒成了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了。赵叔，我告诉你，刘建国啊，我这脸呐是不值钱，哼，既然我不值钱，我就不要脸了。我这一万块钱呢，我要定了，你看着，哼。哎，你看你。挺来劲的，这是叫什么理的？干活干活干活，过刘建国，你等着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哼，等着，法庭就法庭，法庭我怕你啊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吃着呢。怕我听见是吧？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我赵小亮敢拍着胸脯说这钱我该拿，怎么了？我不避讳。啊，他刘建国这事做的是有水平，可我赵小亮也没什么不对的。说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啊，他们事完了之后都冲我这儿来了是吧？没事儿吧你们？在这儿吃呢。哎，玉玲，玉玲，好，玉玲，玉玲，来来，到这儿吃，到这儿吃，这儿没人。来来来，来，到这儿吃。玉玲，咱什么时候看车去？看什么车？不是，这那天说好了，咱俩看车去吗？赵小亮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什么意思？哎，玉玲。玉玲，来，带一块吃。嗯。这是弄来弄去的，我再成被告。哎，这什么菜？咱没要这菜，没点。那边送您的。啊。哎，老二，过来吧。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还坐两桌。来呀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还不好意思？二哥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过。哎呀，过来吧。过来吧。服务员，我说上俩杯子。行。建国，以前的事儿都怪我误会你了。瞧你说了一个院住着都过去了。那个。赵小亮怎么着了？孩子，礼拜三开庭。哦，依我看呀，没什么。你又不是故意为难王京生啊，你做的是善事，法院反过来不会为难你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一码是一码。你那宣传告示上写着明明白白的，我看这事有点悬。再明白的，大不了还是建国手写的，是不是？又不是法律条文，哪那么严重啊？哎，建国，我要不再在网上跟你说道说道，咱们再制造点舆论。对对对，行。你看，来吃菜吃菜吃菜，吃吧吃菜。喂，啊，秀文，当然是胜诉了。中国是个法治社会，法律制单根儿，我一定得胜诉。那当然了，哎呀，没问题呀、啊，今晚我请客啊。
都看看啊，这钱呢，我到底该不该拿？我说了不算，是不是？有法律呢啊，你们好好看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了不算，啊，你们说这钱我到底是该不该拿？好好看看啊，好好看看。要说我赵小亮，哎，不够意思，那是另外一码事，是不是？有法律呢，你们都看看，我该不该拿？开箱的没开箱的就这些了。哥们儿，那个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喂，奔，我去，快点！哎，建国，你这快点快点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？哎，等等等等！哎，别，各位稍微等一下，搬你的搬你的。我说建国，我跟单位领导说了，他们先借我10000块钱，你先拿着啊。咱俩的事已经完了，说了撤诉了，我就一分都不要你的。不可，你的家具你啊，搬吧师傅啊，搬吧。咱们建国把家具卖了啊？你是把家具卖了？哎呦，建国，赵师傅，对不住啊！上次你来，大伙说话都带着情绪。这次法院判下来，我冷静的好好琢磨了一下，你说的没错，告示是我贴的，答应了的事儿我就该办，于理我不对。我和王师傅和解，我说不能为了自己把别人脸面给砸了，我脸上有光了，你却挨了不少埋怨，于情我也不对。既然我刘建国贴这告示是为了脸面，为了小胡同里的人也能有那么点尊严。那大家伙就都该有面子，所以我刘建国就该给您一个说法，这钱该是您的。哎，建国，是我刘建国不对。哎，老板，不合适。不是我，这不合适的。哎，赵师傅，张师傅，搬吧，搬吧。小宝儿住新家了，多敞亮啊！新家怎么样？啊？老婆，在家呢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啊！你看，这次能让我参观了吧？能。可就是没多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看你紧张的，你弄成什么样，我都嫁给你，这点自信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屋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神神秘秘的，告诉我。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咱们终于可以结婚了。变成了冰，都只为这堵墙误撞了一个洞，才引出来皆大欢喜。这离奇的事情，做新郎娶娇妻，见过心高兴。快快，大傻哥呀，你结婚车队马上到了。
这么快就到了？没电话了，是吧？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建国，你看谁来了？又到来了，到来了。这个建国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这拿了10000块钱，给您贺喜来了。不敢当。哎，建国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仨能相识呢，那都是因为我，也算咱们有缘分。你看这杯酒，我先干了。哎，赵师傅，来来，还是您说。建国呀，法院那个事儿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个说法。那天你不是都把说法给我了吗？啊，其实什么钱不钱的，我这个人呢，心眼小，性子又急，有时候办事儿又不走脑子。您千万别在意啊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都原谅我，好吧？来来来，这杯酒我喝了啊，我喝了。哎，好。有二位这两杯酒，我就踏实了。咱们这事儿听起来简单，实际却挺复杂。哎，是，谁都有对的地方，谁也都有不是，就不说了。不过规矩是规矩，法院的判决咱不能给人随便看。这10000块钱该是您的就是您的。哎，我说建国呀，你看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不真成了混蛋了吗？是不是？话不能这么说。您怎么再说呢？这10000块钱。跟那10000块钱，它不是一码事儿啊！啊，这是我给你们俩结婚的这个份子钱，是不是？谁结婚随10000块钱份？怎么？你拿过去？不，这不行。建国，建国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。赵师傅要钱呀，也是为了换他那辆车，可我那辆车呢，为了还债，一天呢起码要开17-18个小时，也实在受不了。这不，我就跟赵师傅商量了一下，以后这车呀，我们俩分着开，一个白天开，一个夜里开，这不什么都解决了吗？都解决了。是，好，真的，行吗？没问题啊，真的，来，快拿着去吧，拿着，别客气了，那拿着，哎，那我就交贵了啊。我说建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打上官司了？这事儿确实挺复杂的。都能拍个电影了，我得慢慢给你讲。哎，这事咱以后再说啊。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，下边呢，让我这个漂亮的兄弟媳妇儿啊，敬咱们大伙一杯，好不好？